老花艺每日一答，嗯，错宝们的问题啊，第一个，老花艺救命，虎耳草还能活吗？哟，能活的，它下面老了不要紧，很正常，是吧？岁数大了都这样，你看我。没事啊，没事，给足一下光照，现在有点缺光，光照给足，施点肥就长得嗷嗷的了，好吧。下个臭宝，阿普你好，B站的臭宝宝，四川，露天绣球，茉莉，买了一些花多多一号多绝灵碧丛林，够了，基本上够了。买花多多二号可以买，硫酸亚铁基本上用不着，复合维之类的基本上都用不着了。这个花友咱们简单的一算啊，很多花友说，哎，老花艺，我养花的时候我要买点啥东西？一款通用型的肥料，一个比较优质的腐殖土，腐殖土大家不知道怎么买的话，你可以搜泥炭啊，就进口的泥炭就腐殖土，好吧，一份腐殖土，一份通用型的肥料，你像花多多一号啊，还有就是说常见的一种杀菌药，你就是哎，这个多菌灵，常见的一种杀虫药，碧丛林也可以啊，像阿维菌素更好，但是味道有点大，有的花友接受不了，好吧，一般就是四种东西都够了，就够了，你看土、肥料。杀虫的杀菌的四种基本上就够了。有话说我还有必要买这买那吗？是吧，我看网上有的说要用粪肥这了那了的，其实粪肥哈，因为味道的原因啊，家庭园艺不太适合，还有一个生虫，你可以就是什么呢，你像咱们农民种地呢会考虑这种堆这种秸秆啊盖草之类的来增加这个土壤的肥力，也就是说腐殖土，你就是说进口的泥炭它就是了，所以说没必要，好吧。这是目前园艺里面最简单最精炼的一些，当然了要花点小钱儿啊，没有钱很难给你办事是吧。你看它的茉莉养的就是缺光啊，绣球养的很棒，你看缺光的时候绣球又很棒，茉莉就差点意思，所以说很多的话养的话，哎，这东一盆西一盆，生长环境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要考虑你自身的环境，打造一些尽可能养护起来，哎，或者说你根据家里边的环境去搭配一些东西，它不是说都放在一起都长得很好的，有的喜光，有的它就喜阴，有的晒得不行了，有的光照还不够，呵呵，好吗？老花一，济南，草莓不长，有什么办法？拔苗助长，宝贝儿，你没学过吗？拔河，哎，现在这个情况呢，臭宝，你就要适当的该浇水的浇水了，你这个水还是差那么点意思。有的花友说，那万一你不是说，你记住了，小苗，你就算是缺水，它体现不出来。它就长得很小，它叶子就长不大。你要记住啊，干养根湿养苗，哎，对吧？你像哎，干一点的时候，这根扑噜扑噜长；等到湿一点的时候，叶子就变大了，明白了吗？宝，结合着来哈，你别到时候过头了，水大了你再给淹死了。我看有肥料哈，就是有点缺水，别的没啥。老阿姨，我又来了，你看我这个茉莉花吧，叶子有点黄，它不生长，搅了它重新长啊，臭宝。另外的话，适当的来一点点的肥料。盆子有点小了，是小盆养花，对，你看我这个也是用小盆养的，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就受局限了，明白了吗？宝，可以略微换一个稍大一点的盆，用到的土也很不错，光照也给的也挺足，就是适当的来点肥料吧，有条件的话就换个大一号的盆，根什么的都不用管，好吧。臭宝，下个啊，老一，紫斑风铃草叶子卷的不舒展，叶子卷的不舒展，还是有点缺水啊，有点缺水。还说老黑姨，这个我浇了水了，它的叶子大，哎，它水分抽得快，盆土里面老是湿，它上面也是会大了。你怎么办？你可以剪了它，剪了让它重新长。要么就是什么呢？提高一下空气湿度。你像我，大棚盖不起，你弄二棚弄不起，你盖个小棚棚，提高一下空气湿度。你也可以适当的喷一些水啊，最好是喷纯净水啊，带水碱的那个，时间长了不行，好吗？就是有点缺水发蔫。下个臭宝，我的绣球花咋的了？你绣球花缺光了，我的臭宝。你这样养这不行的。有的话说，老花艺，你不是说绣球不给晒吗？是不给强光暴晒啊。但是你像现在这种光，此时此刻，哎，这个光它就很哇塞，绣球就倍儿喜欢。还有什么养花问题啊？记得视频下方留言。很多话说，老花艺，我怎么找你提问题？您就视频下方留言，好吧？然后呢，我们能解决的解决，解决不了的话，您可以私信过来呢，发图片啊。完整一点，最好是说一说啊，最近怎么样，坐标哪儿，哎，稍微详细一点。好了，我老花一，养花之间一，点赞，拜了。